全民 PK 出身，打的是比较稳重的。稳重，对。哎，我们看到，哦，鹰打龙，鹰打龙，看一下，果然是出现了一把这个大克的阵容。观众方的话，谢老街选择带了花果，花果神木林，对战方法也是。他没有上地府，果然像我说的一样，风狼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二幺二的阵容。二幺二，对。而对战方的话是一个国标花果神木林，哇！开场这把观众方直接点杀，看一下这手恶爆3200，神佑了，神佑了，这个血线神了吗？看一下还有没有宝宝，应该还有一只。哎，绿，没有吗？有，还有一只，还有，还是恶爆，哇！这个是包神了，这个是包神，这个血线是神佑的这样的一个血线了，对。哇，这样的话其实对战方在开场虽然说被点杀，但是运气还好，因为有点愤怒。看一下对战方风系是不是一速，如果这把一速的话可以直接选择金青。对的，你就像我们刚才有说过了，风狼比较喜欢这种212，那么也是能进手能攻击，能守能攻。又神了，又神了吗？直接毒神了，毒神了。对战方直接一把纸人铁石魂继续点吗？那观战方的话是有这样的一个全场一速的，是先手一把活血，先活血。对，你其实花果山的点杀不是说特别在意节奏，大死亡打一个这个上限，确实观战方的话也没有小，也没有地府，没有小死亡单秒，那继续干物理，看一下善爆恶爆。对，所以说我二幺二的这个优势点在于哪儿呢？我前期不断的去造尸体，对，你花果配合神木的这个面伤，对，对于观察方来说的话就很舒服了。是我不断的去配合尸体的话，你其实你自己的化身就像上午那个雪山一样，很忙，对，对吧？我活完这个又要活另外一个，两个同时倒地的话，其实就比较麻烦。那这样的话，观察方有这个因素，我还会去控你的女儿村，对吧？方村还可以配合来点杀，没有刷出来，没有刷出来这个有用特技，有用的这个技能。我不然我就去杀威一把，不然的话我就叠个旗子，对，或者说退而求其次我野兽，是，看一下就不着急。观战方有一速，这个就是通常我们说的，你看啊，我直接就去控你强风一三速就很舒服。这把有旗子的花果山，同样的话观战方拿到了一把这个大克的阵容克制杀威，果然杀威又神了，又神。哦，青三叠不给你机会。这样的话，对战方的话，女儿是倒地在地，对吧？啊，对战方，我造成两个尸体，你的化生人心没有叠起来，你下一把的话，你只能起一个活一个，对，速推。但其实对战方如果稳住，把这波三个清掉啊，就是后期机会还是挺大的。而且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对战方是五只工虫，五只工虫吗？看一下，哇，这个直接手尸，你根本就不好起，他必须得把观战方这只速度慢的善恶去清掉，他有清，对面法系神了啊，对，神了，他必须得把这个清掉以后，才能保证自己站起来。对，而且还要把自己化生的这个封印解开。对，是的。那这一把的话，观战方就又可以去啊，对，踩塔了，对不对？噬魂干法系，看一下破甲。对，我就不断的去造尸体就好了呀。对面化生先指人流云，流云给自己的这个化生补一下。大死亡，哇，大死亡直接中了，杀威9400，直接倒地，这就很凶的。你破甲再加上这个噬魂，因为他们开龙三的话基本上都是这种全魔的，对，全魔占了龙三带一个血腰带，对，所以说很脆很脆。哎，还是在清观战方这只龟速的善恶，这只宝宝，那个宝宝肯定是守物理的吧，感觉，看一下没死，还会哦，没手，他跟的法去跟的，还行。哎，对战方女儿村没拉，对，他只能保证每把拉起来一个，他同时拉两个的话，这样太堵了，太堵了，容易可能，对，你如果但凡一只宝贝清，你两个拉不掉，就是一把无效操作，对于这种豪门对冲的话，其实是比较麻烦的了，因为生日快乐虽然说是新进的豪门，刚才有提到准豪门，但是说已经是这个豪门的正式阵容了，无论说你从这个老板的配置也好，从指挥的这个配置也好，当之无愧是现在这个新进的豪门，对吧？那你其实观众方的话，老牌豪门吉家老街在凤凰这个带领下呢，他其实不断迎来了很多新的老板，虽然老板这个走走停停，但是其实对于凤凰来说的话，也不失为是一种激励嘛，对，
因为其实有流动才会这个才会有更新。好的，这个时候控一下对面花生的诺方寸，选择实心控，还是去断你的这个人心。是，这双峰就是这样打节奏。他开场对战方的话没有防住这个点杀，对，不像以前了。你像以前的话，大家不喜欢用花果山的时候，都会选择去青虫。嗯，对，对吧？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双峰就是狮驼岭青虫。哦，这把的话，神针瀚海看一下，2300，没有把宝宝清掉，没有触发这个盗盟的效果，伤害很一般。嗯，看一下也是反飞，苍诺剑，哇，5000，他那个不是噬魂，是刚才叠了一把噬心。嗯，这个伤害啊是大个，伤害是非常非常足的。再配合群苗，我就对吧？我就刚才说了，感觉这场我造了尸体。我造了尸体，我就去面伤压你。嗯，那关正芳，你说他会拉虚弥吗？感觉这个血线，这只宝宝不用，这宝宝飞了应该会拉虚弥，飞了会补一只虚弥。嗯，你剩下的我都是一些那个有一只死亡。嗯，你看对战方位又没拉女儿。对啊，有一只死亡，有几只善恶，我没有必要去搞虚弥。对，你现在这只宠就去压他的女儿村尸体就行了。嗯。对吧？这把的话，再把这个对面的地府造成尸体。虚了，直接虚，直接虚。嗯，看方寸会不会换满？哇，这场比我们想象中可能要快一点。对，很快。对，因为你一般22去打的时候是相对来说节奏找节奏，对，找节奏来，他要找到这个节奏再去点。对，小死亡点杀。但是风狼的话，貌似是一点机会都不想给。是，先手的几把点杀成功以后，就是接连的点女儿、物理。然后让你的这个法系直接中大死亡，嗯，那一把虚弥把你带走，所以说可以看出对战方是一把风卷，是对战方这把女儿村也是没有拿到一速啊，他那把其实第一把没点完，他没有敢放进青，第一把点完他直接地址，而观战方可能也是打这种心理差，也没有去选择去笑他，对，觉得他也不敢，对于这个战场的心理控制，风狼打的是非常非常好的，风狼一直是那种我很稳，无论说是优势。劣势也好，对，打得非常非常的稳，是虚弥蝗虫，那应该是没有机会 了。哇，这非常非常的快啊，七回合是要比我们想象的快一点，没有关系，其实今天晚上还有一场比较有看点的，对，那就是姑苏城打这个郑宝阁，对，